我国好手林昀儒以4-2扳倒了世界第二的大陆名将王楚钦，终止对战的4连败，并且如愿的闯入了决赛。林昀儒第一局抢攻拿下，但接下来连输了2局，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哦，扳成平手，并且打出了气势，连赢2局，逆转赢得了这场的比赛。